大家好，今天是11月17日星期五，放假了，放假了。不过个市跌了下来，真的不好了。大市一升的时之中，北水就走头。昨天一跌的时之中，北水入一跌来。今天呢又会跌了样。今天跌的时之中，原因就很简单。鬼知道马云他个家族要出货咩？唉，冇法啦。咁啊，所以一整之下咧，咁啊变咗就嘘一声咁样样，啊，咁啊即系升嘅板块好少。我话再其次睇睇就依个咩啦，唔使睇咗咩。咁今日佢系重点，梗系就阿里巴巴啦，系咪？跌到只狗咁啊，成交量又大，原因就系第一，你又有啲嘢又话唔上市喎；第二样事咧，跟住就会系话呢个即系又要出货咯喎。咁啊，即系咁样咯，连腾讯都让位啊，缩细晒。盈富基金当然俾人沽啦，因为你阿里巴巴系都喺盈富基金入边都有一定嘅份量噶嘛。咁你当你呢个系阿里巴巴、腾讯、美团都跌嘅话，咁你有乜理由盈富基金唔跌咧？就咁简单啫。啊，咁啊冇啦。咁啊完了之后，咁我睇睇大市点咧咁。大市跌極都好，今日暫時仲係守住喺布力吉通道嘅係，即係呢個嘅係中軸嗰度嘅，唯一寄望喺呢度守住啦，守住希望再上去啦，冇法噶啦呢個啊，唔能夠嚇冇任何估法，因為最主要就係我喺今年四月嘅時候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堅壁清野》，最主要就話大家咧盡量唔好買股票，啊買親都好容易會輸嘅。咁啊，買嘅時都係好短線，你唔可以做長。你睇呢啲大市都升幾日跌到咁啊，升幾日就跌落，升幾日就跌落嚟。咁你升幾多日咧？呢度咁啊，一二三，三日。呢度升幾多日咧？一二三，三日。呢度升幾多日？一二三四五。呢度升幾多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咁啊跌幾多日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哇！升七日九日到就跌你廿几日，咁呢啲真正系升少就跌多，点解啊？因为啲犯规佬佢哋要出货啊嘛，犯规佬点解要出货啊？系因为呢个系政治嘅原因咯，系咪啊？咁啊，又等等等等好多样嘢。咁我即叫堅壁清野，就大家買嘅股票咧，盡量就買一啲唔係喺一啲所謂嘅外國基金揸嘅股票入邊名單。咁有邊啲已經唔揸？中移動啦，咁啊依個係唔係港交所喎，咁啊仲有就係聯通啦、中國電信啦、中海油啦呢啲，咁咪見佢今年表現都幾好咯，係咪啊？好啦，冇法啦，咁咪算數啦，咁啊而家睇睇。咁呢幾日都仲有咩嘢可以好睇咧？一個京城機電股份啦，京城機電股份，